我有检查了一遍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张老师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太正式了？这是对我们接下来的婚姻的一个基本保障。虽然我们是形式婚姻，但我也希望能够处理成对我们双方都不造成任何困扰的关系。基于这个前提，我制定了契约关系的协定书。第一章第一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》等规定，加以双方本着公平自愿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。 就双方有限婚姻关系的相关事宜，达成如下一致意见，以次共同遵守。张老师，要不挑重点说。好，这个是重点。假如双方契约关系一年期满后，甲方将南湾大道。 励志的糟粕与精华，婚礼结婚绝不是封建的。这个词曾经听起来是多么的遥远啊！没想到在我21岁这年就成真了。您可不能偷换概念。虽然不是真的结婚，但对于我来说。
想法一样，觉得婚礼不就是一场闹剧吗？所以我和你们奶奶也没办。可后来觉得不对呀，我们一直找不到结婚的感觉，就连周围的同事都觉得我们俩根本。告诉我一个准确的时辰，还有，婚礼需要伴郎和伴娘，伴郎我已经有人选了，伴娘是不是就是你姐？可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下周末婚礼就可以举办。可是我们会不会太着急了？我现在还没想好怎么跟我姐说我们结婚的事呢呀。既然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我们两个人就尽快想一想吧。结婚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你们才在一起多久就要结婚啊？会不会有点快啊？那个张思年之前，姐你不是觉得他挺好的吗？无论从人品啊、学历啊、长相啊，都是很不错的。所以我先领着，我有不吃亏吗？那你我其实跟他，哎呀，姐，你之前不是老说我吗？做事要自己做决定，不要天天瞻前顾后、犹犹豫豫的。所以你和他，所以我和他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们俩是认真交往的，所以结婚这件事情赶早不干晚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嗯，我想清楚了。姐，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我不是因为关心你，而是因为你已经成年了，你的决定我无权干涉，也不想操心。不过，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，那就结吧。难得你这辈子想明白一回。还有什么事儿？那个伴娘，一定是我。哦，姐，谢谢你。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的时间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。张老师。你回来了，啊。伴郎的事情我已经确定好了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我只想找您商量一下。哎呀，这儿有天赐良缘、良缘天赐、次元良辰，这些婚庆公司到底都怎么选呢？甲方赔偿乙方。
你好，是云小姐吗？啊，你这边是想咨询婚礼策划的事对吗？对。那咱这边聊。好。云小姐，你想象中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？想象中的婚礼，说实话，这个我还真没想过。没关系，我们这有很多方案供您选择，比如海边教堂婚礼、中式婚礼、日式婚礼，还有武侠和童话主题婚礼，您看一下哪个更有感觉？啊，好。喂，请讲。张老师，我现在在婚礼策划这边，这边的婚礼方案有点多，它有海边教堂婚礼、中式婚礼，还有日式婚礼。啊，你来定就好了。可是我觉得，要不还是您来定吧，毕竟费用是您来出。费用方面你不用考虑，你来定就好。可是我。谢光。怎么样，您决定了吗？就海边婚礼吧。海边婚礼的话，还是算了吧。我想选一个简单一点的。行，那您可以再看看。您说。张老师。我修改了一下之前的协议，收好了。哦，好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婚庆公司给的婚礼流程书，明天彩排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不用了，我都已经记住了。哦，我刚才通知了伴郎时间，记得跟你姐也打个电话。哦，好，我一会儿就打电话。好。怎么了？喂，姐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。我现在正忙着呢，待会儿再说。姐，等一下，特别简单的一件事，我明天下午2点多要跟张思年婚礼彩排，你是伴娘，你到时候来一下呗。我明天一天的会，没时间。哎呀，姐，求你了，这个真的挺重要的，而且呀，大家只有熟悉的流程，到时候婚礼才可以完美嘛。完美。你不是向来就差不多就行了吗？怎么忽然要求完美了？哎呀，姐，这好歹也是我的婚礼嘛。行了，再下去吗？我再差不多，我的婚礼至少要完美吧。就这个。好的。行吧，我明天过来吧。好，拜拜，姐，我爱你。你帮我挑最好的包装。好的，好的。今天怎么没喝牛奶啊？哦，昨天我忘记买新的了，所以今天只够一杯了。没事，张老师你喝就好了。早餐时蛋白质的摄取对人体的能量补充很重要，把它喝完。谢谢张老师。张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找一下。
我到哪儿了？什么到哪儿了？你不是让我两点过来跟你彩排吗？我都到了，你人呢？啊，师奈姐，两点了，我还以为是一点呢。别磨蹭了，赶紧过来。啊，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啊，哎，你等会儿，婚庆公司让我提醒你把流程图带上。哦，好，我一会儿就过去，姐。嗯，拜拜。应该快了。云舒，梁老师，姐，抱歉，我要没迟到吧？很准时，5分钟04秒。你们俩以后要好好互相习惯了。人都到齐了吗？还差半了，你们先进，我等你。走吧。新婚快乐！穿的什么衣服呀？我给你的呢？你给的衣服多没劲儿啊！这可是我拍《皇家婚礼之王子变形记》的原版戏服，拍卖价就得上百万呢。来开演唱会的呀？开演唱会谁穿这个呀？你放心啊，今天呢，我一定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你是绝对的主角。这儿的环境还挺好的。甜甜，新娘子哪呢？我姐是陆羽，活的陆羽。陆羽是谁？陆羽你不知道，现在当红的电视剧男演员，超帅这。我先去补个妆哈。啊，好，那你快点回来啊。好。哇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云舒，即将跟我结婚的人。这是陆羽，我的发小，也是这次的伴郎。嫂子好。啊，郎先生你好。啊，不，陆先生你好。嫂子可以啊，一眼就看出我内心的本质，一匹寂寞的狼。您可真的是比电视上要有意思多了，您不知道，您可是我们宿管阿姨的梦中情人呢。宿管阿姨，梦中情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其实我的意思。好了，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。你姐人呢？她去化妆间补妆。这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要不……我现在就去叫她。年年，你眼光可以啊啊，清纯型的，本人比照片有趣多了。她还有个姐姐。姐姐？她怎么会是伴郎呢？这也太尴尬了。我一会儿要跟他说什么？冷静，冷静。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。姐，你怎么了你？我没事啊。哦，不对，我
我有事儿，我有急事儿，我要先走了。啊，那不行，婚礼彩排还没开始呢。你把流程表给我，我自己回家对一下。啊，快点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你回去看仔细点啊。对了，我给你买了结婚礼物，过两天来我家一趟。好。第一次见姐姐慌成这样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哎，彩排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都候场半天了。不等了，先开始。不是，新娘不来怎么开始啊？你来，一人分饰两角可以做到吧？我来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这边新人迟到了，你先把那边的新人给我稳住了啊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哎，我们开始吧。好。那新娘呢？我。喂，刘总，合同我已经改完了，第八款第十条。您稍等一下啊。刘总，我一会儿再打给你。在婚礼的现场，观众在台下，我们两个人在台上，轴线和观众是保持平行的，我们只需要展示侧面给大家看，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到特定的姿态和角度，相互靠近，利用视差原理，就可以在不接触的情况之下，让台下的爷爷和观众看到我们接吻的假象，就像是手影戏那样，明白吗？嗯，还是不太明白，要不你带我做一遍？没关系，我们先完整的走一遍婚礼的流程，我再告诉你。
这里是入口，婚礼进行曲响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踏上红毯。我们要在花门后的两米处站好，然后我们要挽起对方的双手。没关系，你先接。
喂，姐。啊，好。啊。怎么了？我姐让我过去找她一趟。对不起啊，常老师。姐。姐，这么晚你找我干嘛呀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第三条第一款，甲乙双方契约关系一年期满后，甲方将南湾大道3688号学府雅苑2号楼 A 座520号住宅无偿赠与乙方，什么意思？这房不是你买的吗？什么叫他无偿赠与你？我买了。我是从表哥那儿买的。表哥，你是说霍启？所以他把你的钱都骗走了，房子是张思年的，对不对？嗯。霍启是什么人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从小到大，舅舅为什么打他呀？你倒好，你把爸爸留下的钱一股脑全给了他。姐，我是真没想到他会来坑咱们的钱。我就不该把这个钱交给你处理。你报警了没有？没有。你为什么不报警？不是。哎，姐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咱们不能报警。凭什么？你要让他逍遥法外啊？姐，你听我解释，自从咱爸妈去世了之后，一直都是表哥他们一家人来照顾我们的。你想想，舅舅和舅妈，我们能这样把表哥就送进监狱里吗？但是姐，你放心。我一定会找到表哥来弥补我这。我没违规。你身经秒算算不出爱情这道题，我告诉
间匆匆。